震动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上古神山药，谁敢抢？好大的口气！想要这些神通，就各凭本事。为神人都怕你们吗？就是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就让你们全都葬身于此。那5个月散发着大大气息。 小姐不过是个倒贴货，配个男人做到这种地步，真让人刮目相看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和道英只是朋友。朋友？谁会相信这种鬼话？最看不惯你这副假清纯的样子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张漂亮的小脸毁掉之后，还怎么勾引男人？ 做的已经很好了，都亏了你，我才能顺利突破运灵八重天，是他先对你下毒手，这种人死不足惜。道灵，你这宝液太神奇了，我的伤全都好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你过来看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本源气息，里面可能另有乾坤。那我身后来。 流星拳。
好浓郁啊。咱们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大造化呢。跟紧我。到了，快看！哇，本源灵泉！怎么了吗？别靠太近，那里灵气太浓郁，可能会受伤。先在这打坐，慢慢吸收逸散出来的比较好。这个你拿着吧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吸收灵气。谢谢。这也太能吃了，好歹给我留一口。哦，有变化了。生命之气，休养生息，静默以待，演化在即。待演化完成，便可混沌开天，届时修为精进，真相将更为清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精气，诗诗。